去年底在台南和高雄抓到店家在卖为中国进口有尼古丁成分的电子薰油了后，警方扳过手顶查到分赃的大盘在台南。今年一月去搜查查扣24万罐电子薰油，甲来嫌犯移送法办。原件入去店内搜索，发现顶罐一罐一罐的拢是分赃后的电子薰油，警方清点了后全部查扣。我伫遮啦，这油啦。这几桶的油啦，警方查到一间在台南的实体店面涉嫌卖有加尼古丁的电子薰油，当场查扣24万多罐分装好等在卖的薰油，还有大量的尼古丁芳精油。警方表示，去年底在台南高雄查到实体店面卖有尼古丁成分的薰油了后，还追查到分装大盘箱在台南。警方发现，除了实体店面以外，嫌犯还透过网络平台和较熟的人客入门来买，从中国大陆以大瓶桶装进口，再分装为30沫瓶装，除相关成分不明外，分装过程亦有健康疑虑。警方表示，薰害防治法在今年2月修订通过，电子薰已经全面禁止制造、买卖或者是使用。啊，若有尼古丁成分的薰油也是禁药，袂当来买卖。医师表示，民众若是使用有尼古丁的电子薰，对肺部和脑部拢会造成严重的伤害。雾化以后产生一些 PM2.5、会造成我们那个身体的一些、肺部的一些伤害，尤其如果来路不明的烟油的话，就怕里面有重金属或者其他毒性的成分。尼古丁一般来讲的话，主要是对我们大脑的皮质会造成一些神经毒。警方甲姓张的主嫌告另外五个共犯，以违反药事法的私立禁药罪、贩卖禁药罪移送侦办。姓张的主嫌和检方审押核准，其他五个涉案的嫌犯以5万至15万不等的金额交保。记者台中报道。